神主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孩子，这么多年，你将黑暗星云压制在此处，万界多了几分安宁，辛苦你了。神主，你能不能留下来？神主。哥哥，出手吧！不管再来多少次，我都会杀了你。叶哥哥，不！不！就算我死了，还会有别人，你一定会被消灭。我没有想要杀你，叶哥哥，对不起。我不想伤害你们的，我也希望自己只是小九，可是小九，小九，小九醒了。小九，你没事吧？还好有你们。这些邪恶气息是怎么回事？不能待在屋子里了，出去看看。邪恶气息是从秘境里涌出来的，看来九渊界禁制出了问题。主人，我来照顾小九。嗯，我来帮你。那些黑暗星云在汇合，血压。夜雨、冰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等我冲破鬼母的禁制，马上就吸干你们的血。禁制都松动了，鬼母还不出现，要看这幽心被毁吗？这可能正合他意吧，我还能阻止片刻。你快带他们离开。我有办法，就是要麻烦你重新盖房子了。那就交给你了，正好让我换个新的装修风格。那记得把浴池扩大一倍。叶哥哥，别担心，在这等我们。主人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。这就来送死了？这么着急？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手下败将，别敢狂吠，今天我就再杀你一次。什么？无相诀，轮回。怎么消耗了你这么多灵力？只是暂时灵力枯竭，过段时间就能恢复。还好这个没变，不影响我去玄星挑战。这拿你没办法，去试炼前总要休息一下吧。丁坤，来和我一起重建道场吧。为了主人，本气灵就勉强和你合作一下吧。叶哥哥，去玄星试炼那么重要吗？值得你这么拼命吗？当然，我可是答应过要带你们离开这儿。而且九渊界的邪恶力量摧毁了那么多星球，我一定要找到对抗它的方法。你就这么想消灭邪恶星云，当个大英雄？我最开始得到力量的时候，的确想做英雄，但现在我更想保护你们，让你们平安。
我明白了。放心，等我和定坤通过玄星秘境后就来接你。好。凭小九的修为怎么能瞬间恢复我的灵力？小九，你叶哥哥，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事了。夜雨来试炼都要亲自护送，原来冰女大人喜欢上一个人是这种表现啊。你，我和冰女姐姐正大光明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但你想见应杰大人就得坑蒙拐骗了吧。胡说八道，我这次可是专门和应杰大人一起等你的。哎，主人，你这该死的魅力。请你喝酒。还没打呢就要给我送行啊，这酒没毒吧？相识一场还没一起喝过酒，算是圆个遗憾，也为你们壮行。难得你这么爽快，我奉陪。看在主人的份上。多谢了，保重。夜雨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烈云是界主亲口认定的历代最强的判官，当年他摧毁了自己所在星球的禁制。判官烈云，这是最后一次劝告，强度解核，你将万劫不复。我既然能毁了变星禁制，就有实力跨过界核。若你执意如此，我意已决，便是在手，有什么后果，我自己承担。天既生我，就由我来改天，便是。是九渊界所有黑暗星云的聚集之地，而判官在守护秘境时早就沾染上了黑暗星云的力量，判官根本无法离开九渊界。强度界核会被黑暗同化，变成只只杀戮的怪物。那冰女不也？他们以为实力够强就能打破规则，真是愚蠢。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至少他们为自己的自由战斗过，你这个一开始就放弃抵抗的人没资格评价别人吧。我早就说过，九渊界的规则就是这样，要挑战就必须接受失败的后果。你的记忆还在？你记得所有事？哼，你们的行动都在界主的监视之中。另外，界主让我转告你，到下一颗古星秘境你就能知道一切真相。夜雨他们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别担心，他们一定能通关的。倒是姐姐你，上次救我时受的伤好了吗？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毕竟夜雨和我约定要护你周全，不必道谢。冰女姐姐好像一直对我有所戒备，为什么呢？
是因为背叛初心，做了判官，心有愧疚吗？什么？叶哥哥，定坤，你们回来了。变星秘境里有什么发现吗？就是那个判官。没什么，轻松打败，该去第七颗古星看看了。现在这么着急？那这次我送你们过去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判官要守护自己的秘境吧。冰女姐姐管好自己的事就行，我们休息一段时间，自己会过去的。你让我管好自己？毕竟不能耽误判官的工作嘛。我可是很贴心的。我先回客房休息了。叶哥哥。冰女因为我才卷入这些事，我不能只留下她一个人承担后果，而且鬼母肯定一直监视着判官的一举一动。鬼母派来的人这么差劲吗？还想跑？随便闯进姑娘的浴室，太猥琐了吧！快滚出来！被小爷找到你。这里可是我的地盘，现在是谁闯进姑娘的浴室？误会误会，冰女姐姐是准备来和我彻夜畅谈理想与情怀的吗？今天为什么故意疏远我？这里是我们第一次坦诚相待的地方，夜雨，把所有事都告诉我好吗？判官难以离开九渊界，烈云就是例子，这就是我在变星上知道的事。所以你担心不能带我离开九渊界？当年是我自己选择成为判官，后果便应该自己承受。不，我一定会找到其他办法带你离开，所以在这之前我不能拿你的生命去冒险。夜雨，是你才让我有了勇气想去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比起这些我更在意你。我明白了，放心吧，我可没那么容易出事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像你这么倔强的姑娘，当初怎么会主动放弃记忆成为判官呢？这就要你和我一起去发现了。你流氓，我在和你说正事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想你喽。妖精刃，惊艳分身，好强大的气息！这是神器，不见了。可恶，又不见了。剑意，灭世！
他就被斩杀了？没那么简单，他可是第六颗古星的主人，只会比之前的更强。我掌握了至高的五行之力，你们永远都不可能杀死我。他居然用木星禁术恢复了肉身，有意思，小爷来陪你好好玩玩。是木星力量，那叫咬金刃。就你会变是吧？寂灭神枪。青眼分身。该死，他的神器又变成了土星法则。变势在时，我即无敌，你们休想战胜我。禁术五行变势。这家伙的五行之力取自万物精血，定坤先用混沌之力压制住他。禁术混沌之力。禁制都撼动了，主人，你的新技能也太厉害了吧，居然把虚空都炸裂了。还不错吧。黑暗之神赐我力量。此沦为这个世界的养料吧，便是神剑落。禁术混沌天地。无相诀。谁都不能战胜我。轮回。看来你还没有放弃。好，很好。没有放弃什么？你说雷电，是鬼母出手了？
迫不及待杀人灭口了吗？这九渊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恭喜二位，你们是这两百年中唯一通过变星秘境的。两百年也太夸张了吧。应杰，秘境的主人不都是曾经世界的禁忌吗？为什么在这里是个判官？烈云是被界主惩罚禁锢在秘境中的。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被困在此？他当年选择做了和你一样的事，摧毁了自己所在星球的禁制。什么？